用现代好，欢迎收看十月二十一号公司中道新闻，我是孔阿文，新闻开始，先来看今仔日的电话消息。中华职棒的冠军赛第三战，这届拍真好，最终会按拍到反胜，最后这中信兄弟以这九比八赢了阿美国。来看这中华邮政要进行中红老邮局开900万，中信中红讲这都市外岛的拢是开900万。来看每年要来杀出这产业的替代业，这专科医生毕业的这查甫囡仔得当申请去民间的企业。先开始来看，就是这中华职棒的总冠军赛第三战，这届真正拍好高久。这是南美国含这中信兄弟是正尾十一局，队长连拍到今仔翻点，才来结束比赛。我那将做这史上第一场来下过两天的总冠军赛，啊，这中信兄弟最后是以这九比八拍败这南美国，我那摕到这2-0领先了。前七局拍散，中信兄弟6-2领先，球迷欢喜甲跳波浪舞。刷落来两个半局，南美国桃园算是大反攻，让因笑袂出来。一好三坏，追求三垒手没有接到，漏到了后面。三垒方向的强袭球，现在追平分已经回到本垒得分。连续被攻出安打，高桥雄又搁好新一代强棒王柏荣攻出6平安打，陈宏文家己嘛真自责。高桥结束双方是7-7，比赛来到延长。林志胜是有够猛，11局上出现单场第5支安打，6平联盟的纪录。林鸿宇阁补一支送伊转去本垒，桃园8-7领先。这个时阵已经是21号透早，看5点钟嘛无离开，就算已经无积分嘛爱跟到最后。11局下，桃园的投手林柏佑忝嘛，和中信兄弟攻占满垒。这个时阵王胜伟来打击。再见安打，中信兄弟九比八来拍败桃园，摕到第2场胜利。第二场比赛，桃园有5届胜哦，是关键，其中杨耀勋就有2届。没有人愿意失误嘛，比赛就是这样，哦，那过了就好，明天再继续加油。他们一开始整个枪手蛮多的，而五多没有大量让对方得分呐，所以在5局、6局，我那天。讲过的，他能够撑到6局，赢球的几率就蛮高的。5点钟46分钟的比赛了后，两队刷去台中准备18点钟了后第四战，李先怀投手比较第一场，由明星对调克拉蒂。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场比赛是拍了真精彩，不过事实上，讲新北市政府的体育处长一透早就接到恐吓的电话，啊，这对方是呛声讲要这新增的这棒球场要放炸弹，所以警方暂时加强戒备。啊，在比赛进行，消防队就伫个隔壁这新增运动场的林江湖遐，抓到这130公斤的高空烟灰哦。在我看年会蹲在新村运动场当江湖边影，消防队员接到民众检举去清点，发现数量真惊人。现场有查获各类爆竹烟火，都是属于升空类的风炮的烟火，有130多公斤。上百公斤的高空烟火超过法定5公斤限制，到底要做什么？警察找到当事人，也不过对方讲，伊只是下游的厂商。他是说他。吴先生会用行动电话来指示什么时候释放，他就依照他行动电话来指示。今仔为了要伫个冠军赛放烟火庆祝，也毋过国控烟火超量经违法，当场互人开单去罚炸扣。另外，并将讲要伫个体育馆放炸弹，结果调查规工又环保清点。警方大动作派警犬，防暴小组加强球场的维安，也继续伫搜索，毋敢放松。记者从海报等。来看这轻度风台气旋，今仔日在已经变作是这热带低气压，啊，不过气象局依然是针对着新北市、宜兰、花莲、台东、甲屏东发布了这大雨的特报。这个风台已经变作了这热带低气压，即马也搁伫这菲律宾吕宋岛东北方的外海往这东北东来行。啊，气象局是提出这巴士海峡甲这台湾东边海面的这作业专家爱特别注意。另外这气象局也搁针对着。四
四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以外，另外一个包括着新北基隆、桃园、苗栗、台中、彰化、云林，总共有17个县市来发布了这陆上强风的特报。关心的是这医生桂蕊的消息。最近这几年，这医生超时工作，桂蕊案件有够多。卫生福利部宣布讲，要伫八年来，甲这大医院的医生纳入劳基法，要分作三阶段来实施。嘛，要对明年开始来恢复来招考这公费的医学生，会赶紧甲这医生无够能力补开。五年前，台南基理病院的主治医师蔡伯江，那时是因为工作时间超长，伫咧开刀房昏倒，命虽然救回来，但是咧脑部受到伤害，记忆力也受损。其实对此的情形普遍存在意见，为着避免医师过度的情形再度发生，卫福部打算伫八年内将住院医师纳入到劳基法的规范，保障医师的劳动权益。医学系七年制变成医学系新制是六年，所以那一年其实住院医师人数会有。增加1300名，所以我们的目的就希望能够降低对于医院里面的冲击。卫福部表示，将分三阶段保障医师的工时。第一天对今年开始，从每礼拜88点钟纳入到教学病院的评鉴项目。中庭是对2019年透过医疗法的规范，将工作时间降至每礼拜78点钟。长庭是伫八年后，2023年将住院医师正式纳入到计划，将每礼拜工作时间降到68点钟。考量到病人的一个人命的生命安全呐、还有病人的就医权利呀、然后因为现在医师人力有缺口，目前劳基法的工时上，它是确实是有一些治安难行的地方。劳动部是认为，毕竟医师的工作性质较特殊，一旦有工作时间的规范，恐惊出现医师人力不足的问题。卫福部是回应表示，对明年开始将会恢复招考公费的医学生，卖适度调整专科护理师的权限，来减轻住院医师的负担，会尽快保障医师的人力。记者综合报道。那看有真济民众，也阁有说30000多户的民众，而且自来水的水管是这沿江做的。即马这台北市还是要求这台北市的自来水处爱公布讲，到底是虾米路段是用这沿的这自来水管？伊这网架的这万大路有这2.7公里上长，北投区甲中和街嘛拢也阁有，其中也阁包括着南昌路迄一搭、总统官邸迄一搭嘛拢有这个沿的这水管。这自来水处是表示会。分区共保底三年来，把这水管弄坏掉。全台36000户水管可能有淹，台北市自来水处用户就占30000户，其中淹水管分布在台北市就605个路段，上长路段在艋舺区万大路2.7公里，北投区中和街1.9公里第二段，就连总统官邸南昌路一段也有淹水管的分布。南昌路一段头其实就是总统官邸所在，所以让我们不禁怀疑说，是不是过去历任的总统都是有喝到含铅的水？机关要求台北自来水处必须公布淹水管的用户，也不过台北自来水处表示，问过多数用户意见并不满意，也牵连到各处的考量，而且这30000户可能含淹水管当中，竟然有13000户是分布在新北市中英河加新店地区。在新北市部，我们同样也是做这样的一个处理，依照路段这样的一个铅管密集的这个程度来进行规划跟安排，也要搭配这个路权的申请以及交通这个冲击的许可人。虽然台北市自来水处表示会跟新北市府协调，跟台北市同款乌路换水管预计3年来完成，但不过建设部地水公司差不多6000户已经决定加速换掉速度，上班在明年底完成。而且台北市3年换掉目标，唔那好机关批评上过班啦，连市长郭文铁拢讲话呀。本来北水处的处长说那个10年计划，我说你这个10年计划，保证民众不会接受，你还是。回去从你了。另外，台北市议员也提出希望自来水处承办每年水情起计计划，同时对含淹水管用户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及补偿。记者从台北登。来看是中华邮政今年讲要开大钱，要帮一挂老邮局重新来装潢来制作。来第一间邮局就伫个台北市高级路段仁爱路，是开900万装潢了，看还真高级。有民众感觉讲真满意，啊，不过安尼毛民众感觉安尼伤过浪费，多谢。一个门要
抽号码牌就有触控荧幕，要办代志嘛，唔免发卡，有特别设计椅啊。台北市林爱路一间邮局换新装，啊，佮有互动的电脑和民众用，要改变中华邮政的印象。来到这边能够赏心悦目，心情也有一个好的心情。不是我一进来就是我就是要存钱，我可以在这里休息。唔呀，大厅豪华，阁有户外的小亭，和民众会当来歇困。不过老厝旧皮加上装潢，拢总爱开868万，毛民众感觉有一点啊浪费。只是感觉有点浪费，对。哪个部分？就是空间的使用上的。开大钱装潢，敢有价值？民众的看法是真两极。一间邮局的隔壁就是豪宅，甚至去媒体讲是地堡邮局。中华邮政赶紧解释，就算是偏乡，也会有同款的台屋。这个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示范的一个点一样，那么我们其他的地方也可以呢，来观摩，然后呢，朝向这个最好的方式来处理。中华邮政表示，最近两年拢总有102间邮局被征收，今年得变2.3亿的预算。林爱路这间只是示范点，阿里山、马祖啊，个南投一挂偏乡的邮局嘛会对咧做，得看完工以后是毋是同款会当予民众有遮热心的感觉啊。记者林丁如、陈立峰代表报道。来看开了这1944天，这华东铁路电气化专单上艰苦、上困难的新竹江水道工程，第一站下晡的4:08贯通了，当这泵坑南北两边贯通时，这啊工程人员当面对面行过来时阵，两边拢真欢喜，啊，这现场有那是这拍破啊声，这专程的工程人员拢。真欢喜，讲这贯通的这新竹江水道，会当讲是上困难，我们那是这电气化工程的最后一里路。啊，不过起码伫这华东铁路啊，拄到的这个正式通车的这个时间，由原爱的甲2018年六月，较过去所过去时间已经慢慢进入。来看现在就是这研发替代业的制度，对2008年实施以来得到真多这企业界的讹落，所以这内政部有那决定要来对明年杀出这产业界替代业，啊，要开放全国以上毕业的这查埔囡仔会当申请去民间的企业。伫咧研发代替业了，内政部已经数一个推出产业混读代替业制度，开放全国学校以上毕业的人员会当申请到民间产业做技术工作。目前有包括半导体、光电、资讯加电子等产业已经符合用人单位资格。现在目前有185家合格，需求的总员额刚刚有讲过1642人，也超出行政院核定首年实施员额1000人哈。产业性质替代役的。这第三阶段达到39000啊，专科了哈，专科副学士的，他们也在最低有30000，都高于平均哈这个28000。产业混读代替业，伫通过第一阶段基础训练28天，加差不多11个月第二阶段了，第三阶段薪水平均有39000，上加要30000。离进前进行真侪研发代替业的企业是认为，这种制度会让帮助越南加职场快速的接轨。透过公司整个3年内的一个培训的计划，事实上他已经了解他未来要做什么，稳定的去把他的经验做一个完整的累积。等他们当完1年之后，可能整个像 IT 产业可能已经变得不太一样了，那可能他们所学的又可能没办法去应用在整个业界的需求上面。已经所表示，产业混读代替业第一年有机实施的连锁是1000名，未来看情形做调整，将会自明年1月份开放报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前菜介绍，因为进前的洪台加上讲主办讲这拒绝洪台要来，有那吼就几工前菜介绍一直去。啊，不过这代表龙山文销公司这边是来表示，进前受损害产地有90%，今嘛已经开始恢复经营，所以这菜价甲供应量上紧后礼拜开始应该对当回稳了。近来景气今朝比介绍，平常认为即马青菜贵松松，手提1000块去菜市一扫了后，就跟他寸金格格。连续两届洪灾后，全台青菜大起价，20块高丽菜一斤就要70块，和平常大话赚袂掉。现在1斤65，平常20几。今年啦，贵了，袂贵啊，过今年啊，一个洪灾，过一个来，哎呦，那钱真无开啊，出门1000块就无去啊。
第十号青菜季节惊人，台北农产营销公司主笔表示，因为九月份杜绝风台，造成青菜产地受到损害。因过目前全台90%以上产区都已经复耕，预计油菜类的供货量十月底会当恢复正常。实际回扣亲像高丽菜、花菜等，要等到十一月底。下礼拜我们所掌握的资讯，整体的供应量，短期叶菜的部分应该可以恢复到往常的一个交易水准。是上次那个台风也有关系嘛，然后这次就是夏天的菜要结束，冬天它都还没有看到啊，所以它量不多，所以它菜价就贵着一定的，每一年都一样啊，这个交替的时间都会贵一点呢、啊。业者表示，二十号青菜大起价，上主要原因是因为端午拜二是开市的第一天，国再加上中央在制作和收购量需要大增加，所以才会让菜价跌起。以油菜类来讲，一百一十公斤40块，二十一号油菜、硬菜加龙须菜一百拢跌25块左右，高丽菜介绍一斤也跌40-50块左右。这礼拜开始，菜价就会陆续回温，民众也会当省一寡钱。记者从海报。来看的是说，中红灯去有公车司机扒者，准啊来拍公车司机事件，这是高雄的一台这60号的公车，在一个路口拄到中红灯的这奥多拜，当公车司机该扒者的时阵，这骑奥多拜的这民众竟然掠落来来砸车，有哪来把这驾驶座的车门拍开，也搁把司机拍到是脑震荡。暗时11点，高雄市最后一班60号公车通过银幕一个路口，一台机车向红灯红灯冲过公车头前，害司机出一条。司机饲一声一秒钟久的喇叭，就继续往头前开，没想到机车竟然又起来砸车。开机车的查甫强行将驾驶座的车门拍开，往司机拍几啊拳。机车后座的中年妇女赶紧扣劝司机，才不让油落车。但左手已经受伤，头毛闹叮咚。他是强行的拉扯，所以造成驾驶的左臂的部分也有严重的拉伤。目前都在家休养中。公车司机报警以后，机车技师也搁当场逃走。好在警察赶来，第一点钟内找到这名龟山区酒味的查甫，以伤害罪侦办。对公车车门方强行拍开，业者随后调查，车门并无歹去，当时应该是无锁。已经提醒司机同事，社会风气无好，在外口塞车，爱是爱锁门，保障家己安全。记者王家川、柯建纯高雄报道。来看台北股市，今天的开盘是1720点，开出来，加权指数是来加8674点。后边主要股市龙游等来，即台北股市起出来后，来震荡加低盘中是来6600点。啊，今天不断如果一碰击是上升，其他拢是落。啊，分析师认为有市场估计，即美国年底进行要起地球机会无高，啊，资金是正充足，加上外资有操作较偏多，所以即阵啊，台股资金行情应该也可以当继续落去。不过咱台湾的出口现在都真的不太好，一直在啦。根据这个经济部统计处公布上新的资料显示，第九月份外销订单的金额和去年同期比起，依然是衰退了这4.5%。这财经专家是真悲观表示，因为咱台湾的出口真多啊，超过40%拢是靠着中国。中国每年的景气估计现在可能也是歹，所以连带着影响到咱台湾的出口了。台湾出口连续八个月负成长，高价出口金额225亿美金，也创五年来新低。一旦有境外消费订单也跌变卖。经济部统计局公布高价款的外销订单金额413亿美金，年减4.5%，连续六个月负成长。因国家顶个月比外销订单明显的改善，成长18%，因为自动新产品订单大爆发，年增长5.4%。混的国际品牌的这个手持行动装置上市，所以带动组装代工的订单，还有相关产业供应链的订单的增加。在苹果供应链加持，高价外销订单正大补完，因过去年的基期关也是呈现负成长，衰退幅度伫咧5%以内。对下半年出口旺季，专家学者无乐观，认为国内出口先过集中伫大陆市场加单一产品，即马大陆经济继续放慢，出口由负转正有机会，因过只是转变上实际力效有限。我们出口到中国加香港就占了40%，可是我们出口到东协，它会因为中国经济不好，也会影响对
东西的出口。要解决，一定要等到中国的经济增速趋缓的问题慢慢落地。这两三年之内不容易，不容易有明显的好转。国内出口继续大红灯，进一步要解读，就要看对华经济当时的转好。不过专家认为，大陆还阁真侪本了真大粒的坡，还未撇开。伫咧大陆经济落地反转进程，台湾出口除非是分散市场，若无是正派由富转正。记者综合报道。毛尾看到印度的阿拉皮海的烟花，会当讲是即全世界上大即铁船业的即所在。啊，不过环境的污染甲垃圾、劳工的问题嘛，真严重。啊，即马佫受到即中国出口俗气甲即后面管制影响。第过去两年，讲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业者门关起来了。印度阿拉比海沿海阿朗镇海沙坡顶头，清出一阵一阵的乌烟。听船工人正伫咧甲报废的船拆解成侪废弃即款材料来做回收再利用。印度是全世界上大的拆船业中心，加加孟加拉也个巴基斯坦包办全世界七成的拆船市场。因过这两年生意变歹，阿朗镇去年也个100多间拆船厂，今年即个剩50间。So now the ship is coming in 1/4 number of usually it comes. Earlier we were receiving around 30-35 ships every month, and these days 10-12 ships every month. 废船变少的原因是废船的价钱大半，每一台25,000吨的旧货轮将会比过去减碳360,000美金，船主自然无兴趣。就钢铁价钱大半是跟中国材料大量出口钢铁有关系。中国去年钢铁的出口成长51%。今年前五个月增加了将近30%，搁再加上欧盟的新规定，是要求伫欧盟登记的独立船只，就要到无害环境经过许可的拆船厂进行拆解。南亚地区的拆船是直接伫咧海沙坡做，由化学物质拢排伫海，当然是无合格。而且拆船只衰退了，也冲击这项废管产业的基层劳工。बहुत परेशानी है, काम नहीं मिलता है, ऊपर से जिस जो कर रहा है, उसके रेट में कम है.पैसे जो मिलते थे और मान लीजिए हमारा ही परिवार है यहाँ काम नहीं मिलेगा करेंगे नहीं तो खाएंगे कैसे अरे मैं अकेला कमाने वाला हूँ मेरे पास 3-3 बच्चे हैं हमारी घरवाली है मेरी अम्मी है मेरे अब्बू हैं उनका खर्चा मेरे ऊपर चलता है नमा है ठिया जन दो बुन या दी शौंग हिंग शी जन साब लो ला बाने ई बिंग गांग जी गांग जी गना थान गुई को रू बी लो दों द्याओ गया जा बाई那是有接触到烟擦，一个照明这款诱导废弃物的风险，也常常发生公安意外。像去年一台化学油轮伫咧阿朗镇拆解时阵就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12人受伤。这么当地拆船业经济不好，正是咧提醒业者爱重视不实劳工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说到台湾关心的是地方方面的消息，即台中大英有一座啊，即啊起网起底下网啊桥，因为完工已经两年拢无得用，因为即桥桥面来关出路面上无关出80公分高。按个地政局表示讲，主要是考虑即未来当地的定位的整体河川。按个民众对着即未当用的未来建设是真未当接受。路边凸出一块宽度到腰部的水泥，其实这是一座桥。原本是要当作农用，不过桥面却宽过路面上少80公分，敢那是要爬起来就真吃力。搁免讲其他大型的农用机具，当地民众拢感觉这真咸。做一半的时都冻啊，都阮个讲个袂使，安尼安尼悬也无路用啊。本来是做尾也拢机过尔嘛，啊做安尼也无法度啊，参人都袂得过，那农机要安那过？这座桥的地点伫咧大英区龙山二街51巷口，伫咧2013年完工，桥面跨过道路甲边仔田，完工两年煞无法度使用。负责规划台中市地建局表示，因为考虑到未来中划时阵要整治河川，桥面必须要符合排水堤防的宽度，所以较会来先提高桥面的宽度。将来整个整区啊，整区如果要做开发，或是说整个这个排水整治的时候，有没有？全段的路面都要抬得这么高了，那就不会感觉说这个地方特别突出来，特别高了。如果我们现在就单就现在的桥面的部分做引道，没有错，这居民会起来感觉怪怪的了。台中市地建局强调，当初把规划引道方便农具来进出，但是缩减部分的路面，附近的民众反对，所以暂时维持这么安尼。不过当地规个区域的定位，市府嘛还无确定的时程，就先做出无法度使用的未来建设。莫怪会予民众批评，这是浪费钱。
记者台中综合报道。第一顶个月底是杜冠宏派来时阵，造成昆林四湖的三条轮呢，这海墘的爆发放弃，啊，不过最近第五号船局是拍算将这肉粽甲放底下，啊，有那来洪城公附近是有那地主，因为也袂含这河船局讲定，怎啊无爱好这啊怪手入去，怎啊好这在地民众听讲这间那路大大好，这变哪里？我买肉粽甲拢放咧边啊。我到进行土地补救的工课，去年四号三条轮海堤受到九月份杜冠洪台影响，溃堤超过200公尺，加上当时海水倒灌，邻近的客家和农田拢跑入海水内，现在要抢修却拄着难题。往安尼吼，无安全啦。今年伊这吼，特地爱搁往一间肉粽，啊，往肉粽贴的吼，啊，硬下来吼，才会消硬，才有法度啦。哎，即摆就是吼。伊这业主就是讲，这个土地伊个啦。龙巴船长吴耀宗就表示，古只风台虽然减弱，但若是带来雨水，海堤可能阁会来溃堤。今年第五号船局要加紧补强作业，发展商休业者无同意补强时间，现在已经由公所积极来协调中。你隔壁这间啊？啊，所以顶回嘛是有淹到哈？哈，有啊，有淹到啦，淹到啊，淹啊贵个啊，嘿啊。当时今年就是讲，啊，咱麻烦地主。哦，先签这个同意书给咱，吼、哦，同意书就是讲同意咱先行试作，哦啊，后壁咱一定会甲征收这个土地。气候乡长苏国龙就讲，三条轮海堤溃堤，唔若造成邻近的社区淹水，嘛附近超过50公顷的农田淹化严重，一过五年的时间才能恢复种植，目前更希望赶紧补强海堤，莫溃堤淹水的事件搁重演。以上为您报道。其实，伫说八月到九月煞来，这两个风台啊，有那好，这台北市中正桥附近的河滨公园篮球场、网球场到搭讲一个阴天土日，就那好，台北市员咧批评讲这些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要求这台北市政府团队爱赶紧来清。台北市议员董仲干20号质询干部局，提出跑马场到古亭一带的和平公园，在杜冠洪台过后将近一个月，嘛是杜冠洪的堆甲比一般人更加悬，篮球场、网球场和棒球场全部拢淹伫咧土堆内面。水积成这样，土堆成这样，能看到什么呢？看到螃蟹。对照新店溪的另外一边，新北和平公园看得到绿地。董仲干要求台北市政府团队赶紧清理，卖输给请假的新北市长朱立伦。改变成真的台北市，嗡嗡嗡的科批，可以输给一个请假的朱立伦吗？在新店溪的两岸，我们看出来台北市不如新北市。与其每年要花很多钱把这个泥土弄平，那不如说借了这次苏迪勒台风呢的高层调整完以后，年底之前你会开始做。干部局局长裴进清表示，每当拢开遐尼大笔的预算，清理到高埋，局内讨论不如趁着这几届风台的到高埋做高层的调整。但是即马是风信期，必须要等到风信期结束，按算伫年底进行施工。记者综合报道。川渝方面的消息来看，就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今仔接受这电视台专访，确定要伫11月中诶些上旬来访问美国。啊，拍算伊说访问美国规格未比蔡英文搁较低。啊，讲为着要来落实这瑞国这诶主张，伊即卖讲有呾要求这国民党立委爱签这国会改革的同意书。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投入选战了后，被接受专访，拍空中之战，也确定将在11月中访问美国，按算规格未低过对手蔡英文。七年来啊，马政府跟美方建立了一个互信的基础之上，让朝野政党都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去访问美国，所以蔡主席的访问当然也很成功了啊，我们也恭喜他。那我希望我们将来的访问对于整个。朝野跟美国的互动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成果。嘛，因为选情紧张，目前偏向访问美国，不被访问日本。针对外界质疑，进前讲外选，即马阁出来选，根本就是马英九2.0。拄好对手蔡英文，嘛被讲是鲁班的马英九。2016年的选战，被形容是马英九对马英九的战争。朱立伦主动回应。大家做一个选择嘛，总不会是女版对2.0的选择嘛，还是应该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对民生政策、对两岸政策、对国防政策或对经济政策的一些关心。
朱立伦这个参选嘛，主张以内阁制修宪，解决目前的宪政问题。不管明年国民党立委的席次是不是会过半，朱立伦要求党籍立委参选人要签下国会改革同意书，更加承诺当选了后，总统每当会去国会国情咨文，也接受政党的质询。我们的区域参选人或不分区参选人，大家都要承诺。然后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其他的候选人也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一起对台湾的国会做出更进一步的改革。朱立伦不但发动空战，礼拜四开始也展开六战的攻击，直接下乡，头一站就要前往中台湾，积极抢攻中台湾的选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这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天提出伊的新住民政策，啊，对着朱立伦讲访问美国的这个规格会比伊更加悬，伊是回应讲，那朱立伦访问美国会当伫伊过去访问美国基础之下，拍开伫对美国的外交有更加侪空间，伊是正乐观其成。点亮台湾的未来。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实力全国。东南亚小英姊妹会蔡文向所有的新住民开出选举支票，包括着平等的社会福利、增加地方政府双语的服务，以及对着各国文化敏感度推广新住民第二代来学另外一种的母语，以及放宽新住民的学历年龄，以及改善就业歧视。我们一定要严厉放宽新移民姐妹的学历承认，让大家将来在就业或者继续念书、继续进修、继续学习。都可以有妥善的衔接。另外传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未来访问美国的时阵，得到比进前串门访问美国更加好的规格的待遇。蔡英文对此是讲乐观其成。所有的外交成果，大家都是由全民来共享的了哈。那如果说能够朱主席可以打开更多的空间的话，我们也乐观其成哈。那说不定在下次又有民进党人去又打开更多的空间，这一次又一次，如果能够累积更好的这个对美的关系，更多的空间，我们都乐观其成。另外，朱立伦嘛批评蔡英文是倒咧选，蔡英文对此否认，表示伊甲选举团队一直拢正认真拍拼，虽然得到社会支持嘛，让国民党不得不来。换朱立伦参选总统，记者张志雄、林志坚台北报道。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今日办了记者会，强调这啊棒球、普球啊合议主体鉴定报告显示，讲这条啊钢筋无够。啊，不过讲新北市政府的检验报告讲是合格，从而批评这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应该爱先去向遐4800户的民众解释的较对。对了，这项指控，这新北市的干部局是否认？今年四月，一场刺激的地震造成浦州核二主体流跳憋气，也引起着核二体机组安全的问题。民进党立法院党团21号开记者会，指控棒球浦州核二主体的结构安全鉴定报告显示讲流跳的钢筋量无够，不过新北市政府的勘验报告却是讲合格，根本就是包庇建商。佮批评国民党拄则扮演完换跳的戏出，朱立伦却是唔愿意帮浦州核二主体换跳，真不应该。不可思议的抽梁换柱。福州合一住宅的居民也多么希望朱立伦啊再演一次。土木结构技师说，这里面有很多精度不足、配精不足，但是我们的新北市政府在查验过程中全部替厂商背书。民进党团嘛批评朱立伦从来唔捌去过浦州核二主体现场，关心一下居民的感受。即马要选总统，应该先去浦州核二体的4800户居民甲回事的才对。对包庇建商等等的指控，新北市干部局是当否认。好，我们这个建筑物假设啊，它可以耐六震的钢筋呐、啊，好，而且还设计这个，如果要耐七震的话，那耐七震的地震啊，是不是钢筋要放多一点？新北市干部局也表示，市长虽然无去过现场，但过一直拢真关心，毛将也进行，并且强调，内政部营建署则是浦州合一主体主办单位，新北市负责书面的审查，会抱着无安全就无使用这招的处理原则。记者综合报道。马尾看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接受伫这啊英国国会演讲的地位的这中国的领导人，伊是来强调这中国甲英国关系迈向新的阶段。啊，这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有来用国宴欢迎来拜访的这习近平先生阿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二十伫咧北京汉宫举行晚宴，欢迎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加菲利普亲王、威廉王子、加伊的牵手凯特也拢全部参加。
陆王伫咧致辞时阵首先强调，今年是中英友好年，习近平访问代表中英关系将会进入新的高度，也呼吁中国几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has transformed the lives of people across China and lif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ut of poverty. Mr. President, your visit is a defining moment in this very special year for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m confident that it will serve to highlight the sincerity and warmth of our friendship and to strengthen relations.Between our countries for many years to come. 在早前，习近平正在第一位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讲的中国领导人，英国首相卡麦隆、议会上下两院议员、王室代表，也有政府内阁成员500多人参加。习近平引用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名言，替中英关系下了一个新的注解，也期盼英国国会议员会当帮助中英关系更加进一步的推进。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希望各位登高望远，继续做中英关系的推动者，中英友好的贡献者，中英合作的支持者。习近平这边访问英国4天，预计将会跟英国签署300亿英镑，差不多是1.5兆台币的合约。陆王伊丽莎白二世红帽20号早起，伫咧骑兵卫队阅兵场，首先举行盛大仪式。陪同习近平到外议队，也伫咧附近的格林公园放41箱礼炮，显示对中英关系重视程度。习近平21日将会会见英国首相卡麦隆，预计卡麦隆将会提出中国削减钢铁威胁英国钢铁工人的生活，一个连环的问题。习近平这边访问英国，无论是北京汉宫，也是英国国会外口，都会当看到支持西藏法轮功的团体伫咧抗议地条条，也毋过也当看到支持者伫咧下着5000旗，互相对峙化休的场面。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即华联驻电处前指挥部第九年前有一个上司自杀死亡，因为伊的爸爸一直怀疑死亡原因，有那向军方最近提出详细的证据，表示后生要死进前，医生把诊断爱随断伊。部队伊的长官是硬要甲人带倒转，所以检方有那重新来展开调查，将迄个时阵的部队长提起公诉。提出后生的相片和文章，到当前在花莲军中吊头死亡的李炳兴的爸爸，犹原不敌悲伤。时间无阿多，冲淡伊对后生的思念，对死亡原因更加高度怀疑。我真的很气这个军方啊，反正是人一死掉，他就是自杀。这件艺术军中的冤案是发生在民国1995年9月1日，任职国防部花莲驻电作战指挥部的上司李炳兴，因为精神的问题去国军北控五病院就医，迄当时医生诊断必须要马上转院。可是何长官硬带回部队，结果黑暗就掉头自杀。迄当时的军事法庭以自杀结案。医师呢交代要住院治疗，但是那部队长就黄万全呢，竟然不听从医师的指示，叫两个阿兵哥去将那个李明星带回部队。啊，他们是说回去有开导了。在安定区案了后，行政院成立了军中冤案申诉委员会，花莲地检署接到申诉了后，是展开侦办。长官却在知悉医院认为有住院必要的时候，派遣其他的官兵将这位罹病的官兵带回部队，造成他在当夜自杀身亡。认为有过失。吴办全在4天前已经退伍，伊对检方表示，会将李炳兴带回部队，主要是就近照顾。而且伊当时有要求部属每半点钟爱甲看一届，免得知影最后伊嘛是想袂开。因为吴办全的讲话并无多解释讲为怎样无要听医生的诊断断言，检方嘛是将依照实验也不过是低速罪嫌起诉。该案经过高等，搁再定启动调查，但是相信的爸爸嘛是换袂转来后生的性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的是第14届这卓越新闻奖公布了入围的名单，第一电视奖项这部分，公用电视总共入围了这4项大奖，6件的作品是这电视类入围上多电视台之一，其中咱的都搁还是得到这社会公器奖。各位公器奖，这个评审委员会一致决定颁给公共电视的一个节目，叫《我们的岛》。它是针对环境议题，台湾的环境议题深入报道，
坚持守护台湾土地，监督环境的政策，彰显环境的正义，那么持续追踪抽丝剥茧各种权力的纠葛，为台湾的环境寻找出路。国际新闻，这香港占中的特别报道入围了，这即时新闻奖，这独立特派员，而这新在地暖化入围了国际新闻报道奖。咱下到这啊烟熏健康啊个高铁，而且还咧报道加这水问题，我那入围了这专题新闻奖加调查报道奖，更加得到这社会公器奖。啊，这卓越新闻奖将会伫11月18日来颁奖。还有我们要公布。来看一件这火烧消息，这是南投中寮今仔日饭店发生一件这低调火烧消息，因为这火烧所在就伫低调，真侪拢是高度的物件，消防队是出动了近百人的人力，甲将这火控制掉的。后来监视人员入去火场内面，发现讲内面竟然囤真侪这地沟油。虽然火势是受到控制，不过入去到火场，还是闻到真高的臭火大味。虽然是无人来受伤，不过监视人员在低调发现大批的地沟油。我发现说怎么越打吼，火怎么好像越来越大吼，然后温度也越来越高吼，它那个烟尘的中心带一直下降吼，啊，结果才发现吼，先停水吼，然后再问那个所有人吼，才发现说里面有油了。两个困难内底所在的，意思就是地沟油，由于高温燃烧，还佫不断地呛烟，警方找来低调的主人。主人表示，这是家己向摊商买来下脚料，没有来家己炼饲料油的，之前捌被查到。不过主人好像有捞入去池边。垃圾嘛拢饲鸡啊，啊，我就是讲做饲料所在较垃圾，啊，就互伊生做上下差。南投县环保局证实，这间饲料场确实捌因为无正常进了大批的下脚料被开发。警方当场查扣相关的设备甲油品，不过因为断货过了后，油品的品质嘛受到影响，所以采证是真无简单。因为是可再利用的废弃物，但是你无再利用的身份去收，这个行为是违反废弃物整理法。目前也没有看到了。这场断货虽然无造成人员伤亡，不过双方藏起来地沟油的秘密来见光，警方对着业主的讲法真存疑，万必来厘清顶下油是毋是有相关的进货关系。记者南投综合报道。来看是这桃园市的产业总工会今仔去这个抗议，来指出讲这宏达电一方面啊大量来啊裁撤咱本国台湾的劳工，一方面又过来请这2000名外劳，要求政府爱出面解决。用庆东桥演出宏达电违反大量改革法，通市政府急点点。桃市府装聋作哑，桃市府装聋作哑。再起通市产业总工会一定人去市府头前抗议，要求政府依照大量改革劳工保护法保障劳工工作权，爱宏达电恢复可能受限劳工工作权。应该加班都是给外劳加班了，因为本国加班会比较多嘛，他的底薪比较高嘛。那加班的部分跟他正在新机销售是有关系的，所以表示有急迫的单子的订单的需求。那我们认为，既然有急迫的订单的需求，就赶快让想要回去工作的人可以回去工作。头三种指出，宏达电一方面大量裁退200多名本国劳工，另外一方面又关切被2000名外劳，一个外劳甲被做欠款工作、修改工作，严重违反就业服务法的精神，要求政府出面解决。国家政府是不是应该先冻结他的外劳，让本劳的工作更有保障？外劳竟然是补充性的，不是替代性的，结果你的手法是它完全是替代了本劳，尤其是外籍劳工的部分，我们会马上，因为引进外劳的这个职权是在劳动部，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立刻行文。头三种要求政府积极解决劳工委屈，保持保环保线，同时劳动局也接定情书，并且答应随行文劳动部处理，另外该进行劳动检查，厘清宏达电是不是违法的事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是这故宫博物院90周年，有那是这耶稣会的教授兼这清朝宫廷画家郎世宁到这南方的300年的纪念。啊，这故宫对这个月开始有那特别向这意大利、中国加这美国来借这展览品，要来设出郎世宁的特别展览。
龙舍顶用超过四年时间，第七公尺长更为这七百只马，卡苗天很白各种的姿态。因为咱所欣赏的都是平平静态，然后即马在现代电脑同过科技的辅助之下，把准度也当逼真的跳跃起来。那是被龙舍顶碧海音乐甲空气，全部拢在活动式音波中挖过来。参观的平常可以当自己动手，和景点团摄兵画换自己喜欢的色彩。也可以看到他们那个画，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就但是色彩稍微少一点，但是可以参与在里面，还挺好玩的。因为台湾的 IT 产业还算比较强势，所以呢我们这样把它搭起来，文物跟科技搭起来呢，具有蛮高的台湾的辨识性，所以台湾的民众也喜欢。那如果我们到国外去的话，也还蛮能代表台湾的特点。来到台北故宫，新北陈清龙舍顶台华三百年灯景，就敢那进入时光隧道，带领参观者进入十八世纪台清圣书三条空地，强调画家龙舍顶的艺术世界。龙舍顶自细汉学艺术，十九岁在意大利热内亚加入天主教耶稣会。一七一五年，以传教士的身份去中国，第六回开始以宫廷画师的身份为清朝皇家效力。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位保家皇帝当中五十一年，一家先用画图技巧，一个中国新笔技术结合，甲中国画师做会开创新的宫廷画风。这样的一个画风形成的时候呢，在中国的乾隆朝这一段时间，他们就把它称为叫做新院画。新体的院画就是一个new style， 所以带来给乾隆皇帝很多的当时为他记录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包括像说他出外去围猎到那个东北到这个木兰围场去围猎。这个特展精选龙舍顶相关文物一百座件展出，除了隐藏作品以外，各用北京各用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一个意大利马丁尼兹养老院，只有十一件画作，具体呈现龙舍顶画图的发展，一个伊在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成就甲贡献。上特别的是马丁尼兹养老院超过200龙舍顶宗教油画作品，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多比亚与大天使拉斐尔东西。在台湾展出，台湾的科技业者为这届特展所设计所谓艺术展品，在十月三十一号开始，也在意大利佛罗伦斯出名的地标性十字架等展出，也能够是能够贯穿古今文化和科技的一段交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日本上大部落集团山口组，因为这干部未下，伫今年八月分裂出另外一个集团，这新号的山口组，两个以来真侪这监管，也过一寡所在哦，刷咧发生集团的干部成员互枪拍死。走出车外，十波人地步外身躯边有徛不少人，伊就是日本上大玻璃集团山口组组长小田健士。今年山口组内部，就是因为不管伊管理方式问题。十何年と入っとって出てきた直後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が、あんまりヤクザヤクザしてない人、一般人の受け答えができる人という感じはありましたね。为名古屋红道会出来小田健士，自从控五年成为第六代山口组的组长，却是伫加多两年，一直到自从一一年才出阁。因为因过组长拢是关西人，这是第届由名古屋红道会人士担任组长。为了带领山口组，伊要求上缴费用严格，唔然各位红色场所提着保护费整理做簿啊，开始记录。各位其他公司收租金和爱知县大型建设计划定工程，差不多为2000年了后。龙山口组的影，另外各位红道会当中提拔组内第二号人物，这种的方式让组内出现严重的反抗，分裂做两边。金を稼げないヤクザはもういらないと、それを全部に及ぶと思うから圧力がね、だからもう残ってても死んだいと、それやっぱり耐えられんかったよね。日本政府因为这几年实施消毒玻璃集团条例，表示若是协助玻璃集团，就算讲是一般市民也会受到处分。在这种的情况之下，被固定上缴规定金额，对集团内边的组团体来讲是真无合理。当然，无害条例ですね、あれがよく聞いてますね。名古屋サイドのやり方がね、きつすぎるか、
ヤクザもやわないですよ。仕事が嫌いでヤクザしてる連中が集まってる団体を規律規律やられたんでは。所以在今年八月份，山口组在第73团体当中，由神户市山建组直接领导13团体脱离，成立神户山口组，组长自己则是正统山口组。这两个月以来，双方一直发生抗争，在长野县、爱知县等地拢有互相枪击死亡的纷争，和平情势真不安。目前警方也借当加强防范，防止不过市民牵连纷争。记者综合报道。加拿大这联邦大选的结果出来啊，43岁在野党的主席杜鲁道带着自由党摕到国会过半的席次，啊，有哪会成做这加拿大史上第二少年的总理哦？加拿大自由党第一摆联邦大选坚持反败为胜，摕到过半席次，支持者热烈欢迎党魁杜鲁道红阿婆上台。杜鲁道在胜选坚持中。五路自动定赢，以正面选战打败对手，分的社会进行操作，并就抓绝对被枉费民众期待。You want a government with a vision and an agenda for this country that is positive and ambitious and hopeful. Well, my friends, I promise you tonight that I will lead that government. 今年43岁杜鲁道是加拿大前总理老杜道后生，未来变作加拿大历史上第二少年总理。自由党在竞选期间民调原本一直落后，在执政的保守党甲倒派新民主党了后，不过最后一个礼拜强强撑起来，民调支持率一下冲到上悬，一路冲到最后。这摆第三焦点是经济，加拿大今年两季经济萎缩，真侪人面对失业。杜鲁道提出不管财政的红利，大规模扩大刺激经济有成方案。打算在执政前三年开100亿加币投入基础建设，创造工作机会。另外，搁要立法替中产阶级来减税，成功拍动选民的心。啊，那保守党甲新民主党，则是因为坚持有成爱平衡，才失去求新求变的选民。I thank Mr. Harper for his service to our country. I congratulated Mr. Trudeau on his exceptional achievement for both him and his party.之前九年哈珀保守党政府先传了国家安全度过金融海啸，不过最近无景气，嘛让执政者面对真侪批评，甚至拢有换人做看卖气氛。哈珀甲新民主党的党魁唐明凯拢已接受败选，并对新政府表达祝福。记者综合报道。韩国有一对这高丽的姐妹啊，对细汉和人分别领养去这美国分开40年，按过命运的安排，后来拢变作好事，也搁在港一间病院变作好朋友了，才发现原来对方都是家己的亲姐妹啊。When I asked Holly what her last name was in Korea, and she said Shin, and I said, "Oh my gosh, that's also my last name too."失散43年，两个姊妹啊，其实中空阿姊和你奥布莱恩加小妹梅根休斯，今年初分别去佛罗里达州一间病院上班，两个人拢是护士助理，伫同一楼工作，连顿饭的时间拢相共。两个人变成好朋友，阁发现出身背景真正有够像的。And I found out more about her being an orphanage. I said we need to do a DNA test.DNA 真实两个人是同辈过辈姊妹啊，和你两岁时阵，阿母带小妹妹跟离开厝，然后老爸往生啊，姊妹啊，就安尼去高丽医院。在1970年代分别后，被个家庭领养，一个在纽约，一个在维吉尼亚州，期间两个人拢无互相消息。也不过阿姊知影，佮求一个小妹，规日改电脑去当村南韩的高丽医院，想要找亲人，也不过拢无结果。I cannot believe I finally found my sister. I never gave up on her. I mean, I just cried and cried and like, I'm sorry.就跟阿大开火车的找亲人，上尾啊，竟然是天公伯啊，巧妙安排记者的开会结果。两个姊妹啊，真激动，表示43年婚礼有真侪肯定要分享，真侪空白要填补。未来两个人携手牵手，好好啊，行落去。Thank you. You're welcome. You always be my heart.记者综合报道，麦克的下波详细温度了。感谢雄心的收看，咱再会。
你的小故事，我的大新闻，欢迎收看佩伯公民新闻报。一位女儿罹患肌肉萎缩症的妈妈，看着女儿从小没有办法到公园或是学校，和一般孩子一样接触游戏器材，她有很深的感触。障碍儿他们也想要玩，他们的游戏权不应该被漠视。她因为从小没有玩过，有没有休息？我们跟所有的孩子，身障孩子是一样。荡秋千都是小时候就是我抱他，然后一手抱他，一手要拉铁链，还要顾他的危险，顾他的脚，顾他的手，顾他的头，就是等等。其实那个玩起来就是我自己也很紧绷。那因为呢，从小就是要玩这个其实很困难，他就是知道他自己不能玩。他后来慢慢的就对于那个游乐设施就视而不见了，他忘记他的存在了。我觉得那个很悲哀，他那天跟我讲说，我觉得心很酸。一开始都会找他一起下去操场，然后因为他觉得那个没有他可以玩的，所以他都拒绝。后来同学说你怎么都不下去，他就说我下去我可以玩什么，我还不是只能在旁边看。所以包括孩子从小到进到学校，从来没有一个游乐设施是可以让他跟别人一起互动。不方便的孩子或者是任何的障碍的孩子，其实他们跟其他孩子都一样，他们也想玩，他们也想跟大家一起，可能在学校跟同学，在外面跟邻居的孩子一起玩在一起。可是问题就是台湾的游乐设施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可以让他们可以跟这些年龄相当的孩子或者是同学一起互动。那孩子是靠游戏去建立感情，可是我觉得对于我女儿来讲，她很缺乏这一块。那我真的觉得说大家应该要好好的重视孩子的游戏权，这些身障孩子的游戏权，因为这是他们从小就被剥夺的。台北大稻埕过去是最繁华的地方，而现在有家旧稻舍转型成为文化基地，透过各项体验活动带民众认识大稻埕的文化和历史。走进迪化街一段的稻舍，斑驳的砖墙，粗犷木头的古朴味，再进砖房还留有天井，由历史堆叠出来的老建筑充满韵味。这百年古厝曾是唐家米商旧址，现在被赋予新生命，成了文化基地。活化后的稻舍在秋季举办茶叶枕头的体验课程，大家细腻地在布料上印出属于自己的图腾，体验当时的农家乐趣，也感受到前人的智慧。我来自于高雄，特别从高雄来到台北。这个手作的课程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感受到自己的心情跟这个你想要完成的就是茶枕头的作品是连接在一起的，然后感觉好像就闻到茶香的味道一样。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甚至提供客制化的外语文史导览，缩减不同语言的隔阂，让每一位来到大稻埕的人不再只是看见文化的表层。外国朋友呢，能够更认识我们的庶民的生活啊，就是我们台湾人一般的食衣住行啊，以及这种传统的建筑。老米行的改变延续了百年前的文化，不但激起当地的涟漪，而崭新的艺文活动与文化创意也将由这里开始。棉棒十三罐，勇气减量，卖积水，一品二胎三公四喜五粮六合七尾八宝九座十全十一龙十二塔十三，勇气减量，预防添高热，顺道千路做好，大家都健康。